最佳国语专辑，华纳国际音乐配。词曲创作关注社会少数族群，用专辑把歌手看到的事物和音乐结合，精彩度也让人惊艳，是蔡依林歌唱生涯的新里程。音乐演绎往新方向探险，无论是听觉或是视觉都很成功。我本来想说报纸预测的都不会得奖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主流的专辑也会得最佳专辑，尤其是很多舞曲的，然后我幕后所有的团队这一次真的给了我很大的空间，然后每一位都用尽他最大的力气来创造这张专辑，让大家听得很爽，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同时也说服了评审，我也可以做最佳专辑。我要谢谢整个专辑里面的每一首的制作人，然后还有包括刚才入围没有得奖的这个陈星汉，然后倪子刚，然后还有得奖的小安老师，每一位制作人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学习，谢谢他们把我的想法呈现出来，然后还有很棒的导演陈艺人。还有侯继然，谢谢他们。还要谢谢华纳唱片，谢谢你们，山哥这么看重我，希望我没有让大家失望。好开心啊！恭喜！喂喂喂！然后。谢谢我的经纪公司，谢谢他们真的非常相信我的直觉，然后让我做我自己，当我是我自己的时候，我是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很绽放。谢谢我的家人，然后我的朋友，还有我给他们一点时间讲话好不好，虽然现在有点晚了，可以吗？我摸到了。其实蔡依林真的是超会唱的，然后大家都太害羞了，然后真的我赢了耶、恭喜蔡依林还有她的制作团队，来力宏往前面站，颁发完最后一个奖项，今年的金曲奖到此暂告一个段落，可是金曲奖的结束代表明年所有的音乐我们从头来过，明年金曲奖再见，所有的音乐人加油耶、谢谢王力宏，恭喜蔡依林。 We wanna play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拜拜拜拜，这里嘛要来点音乐嘛，要不然场面会有点尴尬了。